大妈不一样的春晚吧。为啥呀？本周三晚，我爱满堂彩进行特别春晚选拔啦，各地演员争奇斗艳，问春晚各出奇招。我也等你很久了，商一点，应该给我不？大战全国各地演员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到底是谁拿了特别春晚邀请函呢？敬请收看本周我爱满堂彩。开始了，开始喽！我爱满堂彩。让我给春晚找演员，我找谁呢？找潘长江不行，他太忙。找陈涵柏不行，他头太亮。哎，你姐找人啊？你看我行吗？我找人，你让让。我就是人。我是找会表演的人。你看春晚的姐，你这记性也不咋好啊。我那表演的多好啊，我特意为春晚呢写了一首歌。你还写歌了呢？过年了我要回家，特别好听那旋律。过年了我要回家，家里有俺爹爹和妈。去。过年了我要回家，家里有俺爹孩他妈。走。过年了我要回家，过年了我要回家。你听这掌声，你听这掌声。哎呦，我觉得我们的观众真是很善良。他这哪是要过年呀、啊、这是要疯啊。行我的天，但你这歌词写的挺好。那你看了就为春晚写的。这邀请函你给我吧。还是不能给。为啥呀？因为我刚才想到一好主意啊，我要去满堂彩挑节目，你知道那儿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演员。不是，那你这春晚这节目，那你碰着我你还挑啥？你不用挑了，他们演再好他有我好啊。哎，那你不看怎么知道啊？首先啊，我们就看看来自辽宁的演员带来怎样的精彩，好不好？辽宁能咋的？你看看都听你的，看看吧，看一看，走着。听说季姐要来咱村儿哎，小会计我除了紧张还是紧张哎，不知道那新主任的脾气秉性个人爱好都啥样哎，因此我才调兵遣将临阵来磨枪哎。本人姓夏，外号天不怕，我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纪检打电话。为啥呀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，这帮人才不好对付呢。这不县纪检新来个主任，突然要到我们村检查工作，正赶上村主任有事不在家，就剩我一个会计，你说这要出点啥事我可咋整？不过不好对付我也不怕，今天你们就看我怎么把他拿下。上人来了。是这么个情况，今天县纪检来个主任要到咱们村检查工作，因此你们几个任务很重，把他陪好让他高兴，他要一高兴啥事都好弄，咱就没毛病，明白不？明白。拿钱。这咋还没咋地呢就要钱呢？秋后算账。白活啊？不是粗活啊？谁呀？哎呀，就是不给钱的活儿，那不刚得哭了吗？你傻呀你？就是呢。停！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啊？谁说不给钱了？完事儿就给，给多少？这个老规矩，
每人100。不行，最低150。那咋还涨价了呢？过去来的是副主任，今天来的是主任。副主任100，主任150，这就叫一分钱一分货。你们搁这做买卖呢？走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快快快快快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行，150就150。耶、yeah ！来，都拿出你们的绝活，大马勺。到。大马勺我一边，那香味儿哎飘满天呐。好，饭不看。到。我是那白酒啤酒一起上，一会儿就喝倒。学学，咋样啊？你别说，你这个小猴子学的还真挺像。人家那是猩猩。该咋是咋的。你们几个既是多面手，又有自己的强项，不愧为咱村的四钢大将。啥？四元大将，四元大将，在我心里。咱们村30以上50以下顶属你们几个最漂亮。有你会计这句话，再大的困难俺不怕。今天不管那官儿多大，拿下。对，拿下。今天有你们这句话，我这口气就算咽下了。啊，不是，我这颗心就算放下了。啊，吓死了。不过还是放不下呀。咋的了？纪检的这个主任是新来的，到现在连人影我还没看着呢，我心里是没底呀。那咋办呢？你们问我咋办呢？啊，我让你们来干啥来了？我们来啥也没看着呢，看来我得抓紧时间给你们上一节课。啊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这个事儿主要有两个问题。嗯，这第一个问题。领导的爱好喂，要摸清，要不然累死哎。也无功，不管领导他爱好什么，咱都该全心全意，认认真真，认认真真，全心全意来负责。明白没？明白。好，这第二个问题。也是最重要的问题，领导都干啥来了，有什么目的，咱得整明白了。哎呀，估计是来查账来了，可能就是来了解情况来了。不对，人家是扶贫帮困来送钱来了。要我说呀，他就是工作之余来休闲来了。你们几个说这几种可能，第一种可能性最大，那就是查账来了。查账。但是记住，不管他干啥来了，咱都不用害怕，知道不？哎，来了，到什么美声民族通俗摇滚二人转，该唱唱，该跳跳，把他给我答得乐呵的，大伙都明白没？明白。好，接下来咱们就用边唱边跳的文艺形式来迎接主任。听什么名？停停停停停停！你的家乡在日喀则呀？
啊，夸咱们家乡啊，那咋夸呀？还咋夸？看我的，我的老家还住在这个城，我是这个城里土生土长的人，你看同志不再带，有什么衰就苏南，你的性情听我无老少年的更划分。曾在里面发生过非多非多的事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感，朋友问我是有心醉，我令你饮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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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吻碰你的饮。吓坏家，吓坏家，咋的了？纪晓伟就来了啊！直接到咱们村王大炮赵直奔他家去了。我的妈呀！你告诉他俩可别赖说呀！哎，得了，等会儿我跟你去吧。哎呀，哎，你们说这夏会计哈，净整着用不着的，可不是咋的？哎，你们都看电视没？现在都有规定，那领导干活不让大吃大喝。对呀，我也看着了，他要这么整啊，估计得出事儿。哎呀，你们就闲话少说吧，咱赶快去看看呐！哎呀，哎呀，吓坏的！哎呀，吓坏的！怎么样，人家辽宁的节目热情？啥呀？你看，你看这扭的，不是这我漂亮，我都会呀、啊、这些。啊，你认识他吗？那咋不认识呢？这都跟我都多少年了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搭档，搭档，搭档，话说清楚、啊。搭档没说别的。这也都不是外人，你就把这邀请函你给我不就得了吗？姐、啊，我觉得你这邀请函应该给我，就是辽宁队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他长得那样，你再看看我这小脸蛋，这小身段啥的，是不是姐？这小性格啊，特开朗哈。哎，你会唱二人转吗？会呀，你来，那我二人转唱的老好了，我给大伙唱一句啊，想想听、嗯、啊，这姑娘，嗯、一箩。行啊，清亮姐，你没看出来吗？清亮没用，怎么你光清亮没用，怎么就他刚才自个儿也说了，二人转啊，我给大伙唱上一段二人转啊。你一个人，你搁这蹦的什么玩意儿？你那二人转就没把底带上呗。我怎么突然发现你的这个东北话那么地道，那么纯正呢？其实你是河北人，大家知道吗？对对对，他是河北人。对对对，你怎么一跟你的老搭档在一块儿，就变成东北味儿特别浓？那个观众有可能有的知道，有的不熟悉。我是土生土长的河北沧州人。嗯，因为二人转这个艺术形式呢，它必须得用东北话。那东北你要用我们河北话说出来，就不是那个味儿了。哎，你用河北话说一说。你看，我先用东北话，我给你。你用东北话。东北话来，比如说，哎，老妹儿啊。哎。今天咱们给大伙唱段二人转啊！二人转这个玩意儿，一个人叫单猪头，两个人叫二人转，三个人叫拉场戏。你得给大伙说好的，唠得的，说的大伙乐呵的。老妹儿还有啥说的吗？没啥说的了，没啥说的，咱们就糗个小帽，回头再唠。你看，这叫二人转，东北话。对，你要用河北话说那就完了。你河北话说说我听听。啊，妹子，你看姐来，你还想说两话吧？二人转这个东西，一个人叫单猪头，两个人叫二人转，咋人呢？都叫拉场戏了。姐来，你看还有话说的没？没话说的。说的了啊，没啥说的，咱就唱个二人转，小宝回头再唠吧。好嘞。啥玩意儿？你快给我吧，你。给我吧。嗯。你上一边去，你怎么还来跟我争呢？咱都你快给我吧。河北的，沧州的，这样吧，接下来啊是四川的演员，如果你们比四川的演员好，你们就有戏。哎呀，好不好？你哪里都行，你看看吗？看看呀，看看，听你的，看看来，四川的演员登场了。我想手牵手，我结婚了，亲爱的，我们结婚了。干嘛呀？亲爱的，咱们结婚这事儿不要声张。结婚这么大的喜事儿，为什么不能说？我偏要说，我结婚了。我干嘛呢？亲爱的。我是一个打工的，我能够娶到像你这么温柔、贤惠、漂亮的女人做我的老婆，
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太幸福了。知道就好，幸福的事情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。嗯、我和张泽刚结婚了。亲爱的，哎呀，干嘛嘛你？你知道我是三无产品呐、啊？又来了，我知道你没车没房没存款，我就是喜欢你嘛。还有呢，你长得那样，我长成那样。再说，咱们结婚了，连婚礼都给你办不起，我感觉太对不起你了，太委屈你了，我感觉我太没面子了。哎呀，咱们结婚量力而行，既不给家里增加负担，我们自己也没有压力，我觉得挺好的嘛。我不在乎。我在乎啊，我们老家就是这个风气，哪家结婚不是几十桌。不来了。亲爱的，你看看我们那边结婚的车队、奔驰、酒店、五星迎亲包别墅、单喜包国庆。哎呀，又是这一套。我跟你说，等我手头宽裕一点之后，我一定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过门，让我多有面子啊。我不要这样的面子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嫁给你看中的是你这个人。女人这样说我心里越难受。我一直都很内疚。我感觉就是对不起你。太委屈你了。我感觉我太没面子了。那你还是面子呀，面子就这么重要吗？你娶了我，你不就有面子了吗？我们男人就是好面子。啊！哎呦，他怎么来了？谁呀？哎呦，我表弟。哎，我们结婚这个事儿，你千万不能跟他讲啊。为什么？他是我们全村出了名的大喇叭，要是他一知道，全村人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呀？全村人都知道我结婚了，婚礼都办不起，我的脸就丢大了。你为了你的面子，难道连我是你老婆也不能说吗？你表哥，千万不要承认。表哥，表，哎呦，表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。哎呀，你咋不回家嘞？我跟你回家，我现在我是油价，我不能回呀、啊，我、哎。怎么回事？好家伙！我老爸一打电话就问我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家，一打电话就问我什么时候结婚，一打电话就说他要抱孙子，他要抱孙子。哎，你说我还怎么敢回家我？哎，你不是有一个女朋友吗？哎，吹了。啊！我这女朋友啊，她太爱面子了。我跟她说的好好的，我们回去以后马上就订婚，车票也买了，客也请了，什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。她说结婚的时候，车队要奔驰，酒店要五星，迎亲包别墅，答谢包歌厅。你知道我们家这条件，我满足不了她呀。结果她一转身就走了，现在人也找不着了，手机也关机了，她永远都不在服务区了呀。哎，干脆另外找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哎，对，我上哪儿找去？我，哎，啊，哎，表哥，哎，这谁呀？哦，他呀，啊，哎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哎，他就是。我的表妹。表妹。表妹。我是你表妹。你看他就说是我表妹。表妹你好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表哥，你什么时候有个这么漂亮的表妹啊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？远方表妹。啊？远方表妹啊，她就是我姑妈的白妈，白妈的舅妈，舅妈的姨妈的妹妹的表妹，远房表妹。哎呀，对，远房表妹。这是还是有点远啊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是你老婆呢。哎呀，怎么会是我老婆呢？哎呀，我漂亮了。我就说嘛呀，你看看你长成这样，能找着这么好看的老婆吗？你猜你表妹有男朋友吗？哎，没有。有，你问他有没有？有。怎么样？刚吹了。刚吹。哎，我怎么刚吹了你？哭什么你？你不懂。表妹啊，
啊，都是天涯沦落人呐、啊。啊，相逢何必曾相识啊！嗯、哎，表哥，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、哎，我这个事情啊，姐、哎、儿，哎，除了介绍我表妹，嗯，没有，我怎么可能给她介绍女朋友嘛？那好，我是给她介绍男朋友。太好，哎，不行，行。哎，哎，表妹说行。谁呀？我。啊、哦，不行。表哥说不行。那你可以借。借？哎，对呀，我可以借呀。借你不行。哎，我说表哥，咱俩是不是兄弟？是啊。你是不是我表哥？是啊。我是不是你表弟？是。他是不是你表妹？是。是不是不关你的事儿？是。请你走吧。好的。哎，表妹啊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有什么你说。哎呦，您先坐，您先坐。你说吧，说吧。把你借我两天行吗？什么？把你借我两天行吗？哦。我借你两天行吗、嗯、行啊，太好了。不行。哎，我说表哥，你这、哎哎哎、表弟，你不要激动，哎，你不要激动，哎，冷静冷静啊，你想一想，嗯，你缺什么？缺女朋友。哎呀，除了女朋友我什么都记得，你缺什么？缺老婆。哎呀，除了老婆，除了女朋友，你想想你最需要什么，你缺什么，我都借给你。哎，我借你表妹。哎，我郑重地告诉你，我的表妹我不借、嗯、那你还可以租。租？对呀，我还可以租。我不行。我租你的表妹是不是我的事儿？是啊。哎，你表妹愿不愿意租是不是她的事儿？是啊。是不是不关你的事儿？是啊。那你搅和什么呢？搅和。哎，那个表弟，他可能是有点紧张。他紧张他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看我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低调奢华有内涵。对，他就是典型的羡慕嫉妒恨。哼，表弟，哎，其实这租啊借啊，它都不是长久的办法，嗯、干脆你直接娶一个媳妇儿回家得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呀！是吧？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我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项链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我也是你很久了，她是我老婆。她是我，她，你说什么？她是我老婆。你不说她是你表妹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哎呀，表弟，对不起，这事儿都怨你哥。他就是没钱办婚礼，觉得没面子，就不敢跟你说我们结婚了。你说表哥呀，表哥。你怎么跟我那女朋友一样都这么好面子呀？哎呀，你这样一说了，我怎么有面子啊？你给我丢大了！张德高，德高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想给我一个体面的婚礼，我谢谢你。但是结婚是过日子，不是好面子。再豪华的婚礼都只能热闹一阵子，真爱的婚姻才会幸福一辈子。只要我们俩相亲相爱，真心真意，裸婚我愿意。我也愿意。没你的事儿。老婆，哎，对不起，走，买票回家。好。哎，嫂子，你还有表妹吗？嫂子，这个给我吧，不能。
你什么演的？我什么都行，什么都行啊！我除了不行的都行，除了不行的都行，对吧？哎，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形体特别棒。嗯，德高，你觉得咱们四川的演员形体怎么样？你的舞蹈动作怎么样？哎，舞蹈哈啊，没问题。你还？那我说好哈，我跳好了，观众朋友们鼓掌了，这个你给我好不好？哎，你得是这一期节目当中最棒的才能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先给大家展示一段。好的。你看这一段舞跳的，啊、没有多少，我看到很年轻的，哎，多少？我其实我看到像40多的，真的。开个玩笑，身体非常灵活，你别看不像一个舞蹈演员，但能跳出那个味道来。对，虽然张老师真的我特别佩服他，我觉得这个就差不多。哎，不是，那不行，当然我是也能理解，人家80多岁人了，这个跳非常好。但是我并不是说因为他跳得好你就得给他啊，你因为我还没跳呢，我得跳完了。来，你跳一段来。老百姓，真的真高兴，当老百姓高兴高兴。兄弟，我那嘴现在还没合上，你没摔着啊？啊，你没摔着啊？咱都练过。天哪，这个在行话当中叫吊凳儿，很多演员都使，但是都会蜻蜓点水，你是真摔啊！哎，这就我这练这个，我不是，你看他就我就一跳我就陶醉，你看。行，我看看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行。这次可让跨过了。我跟你说，就冲我这个都应该给我不？哎，听听观众啊！哎呀，观众都是好人，都可怜我。哎呀，这都是好人是吧？都是好人呐。如果光是这一段来说，确实很精彩。嗯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刚才各地的演员都上来了。嗯。我们北京的演员还没上来呢。万一这个北京的演员更精彩呢？这个不就落我们北京人手里了吗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就是咱再看看北京的吗？再看看，把眼泪擦了。看看，都听你的，看。再看一个，来吧，走起，看看我们北京的演员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他叫郭阳；我有一个兄弟呀，他叫郭亮，所以我们哥俩是一对孪生兄弟。哎呀，很多人都说我们俩是蛋夫的。就因为我这兄弟啊，分不清什么是卵生，什么是孪生。你看这出差半年多了，还真的有点想家人了，尤其是想我这缺心眼的哥哥。哎呀，这小子都出差半年多了，平时就打个电话，我还真有点想我这傻兄弟了。哎呀，我说越说越想他，也不知道我给他寄那相册到没到，我得打电话我问问他。哎呀，最近也不给我来个电话。你瞧，说曹操郭亮就到。喂喂喂喂，你找谁呀、啊？我知道我找谁呀、啊？你找我兄弟？哎，我知道啊。我问问你啊，哥，怎么了？我给你寄那相册，你收着没有？收着了，刚收着。那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这不刚收到吗？你赶紧的，哎，你把那相册给打开啊，我给你讲讲。行啊，好，你就从那个那时的你，这时的我那页打开啊。哦，好嘞，我知道了啊，你打开吧。好嘞。啊，哎，对，看着了没有？啊，我看见了。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
还行吧。什么叫还行啊？我跟你说，这儿人特别热情。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刚一到这儿，人家就给我安排住这儿了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就给你安排住这儿了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就这还得托关系呢。我托我们那同学那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哎，本来人家应该收8000啊，我给他5000，人家让我这儿住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同学下回别再跟他走动了，好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今儿信号我听不清，这还没听着。我问你啊，就你住这儿，你怎么吃饭，怎么做饭啊？该怎么吃怎么吃啊？我跟你说，不光吃啊，吃喝拉撒全都在这儿。不是兄弟，在这儿味儿不味儿的，在这儿你关键它通风好啊。不是看出倒是通风好来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在这地上都能打滚。来，再换一张，给你看那张啊。行行行行行。哎，怎么样？哎、这我喜欢啊，可爱不可爱？这我喜欢。嘿，我跟你说啊，啊，你别看啊，啊，厉害着呢，是吗？好家伙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急了以后啊，怒吼、咆哮，满院子跑，哎，知道吗？满院子跑，他这么厉害呢？那你废话，他是首领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他有人类的99%的基因呢。不是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他不是人吗？你废话，他肯定不是人呐！我发现你真逗嘿！我跟你说哎啊，就这哥们厉害着呢，是吗？哎，那个别招他，知道吧？啊，4-5个男人打不过他。哎呦，那也太厉害了！那我一屁股能坐死你！我招他，他坐我干什么呀？哎，哥，你甭说别的啊，你就看他那胸肌啊！哎。你听我说，你哥现在岁数大了，我听不了这个，好吧？啊、我有点激动，咱换一张，好吧？换一张，换一张。啊！哎，啊，这行，这什么呀？这是这不错吧？这个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什么意思？水清沙白呀！我说你那白内障得治了啊！谁有白内障？不是你这眼怎么回事？这哪有水清沙白？我跟你说，还、哎、啊！我在这儿游泳啊，我一游我能游一天。你就在这眼儿里边游啊？什么叫眼儿？这多大地方了？这哪有眼儿？我跟你说，哎，就这个啊，来这儿游泳的人成千上万。这儿能挤进那么多人，都不是都在这边上趴着是怎么着啊？对呀，有趴着的，有游泳的。当然了啊，大部分人过来呢是上这儿看鱼来、哎。哦，这里还有鱼呢？有鱼呀、啊，这里边鲸鱼都有。这里有什么？大鲸鱼啊，有鲸鱼？那是啊，不是你是不是在那边喝84了，还是怎么着？什么叫喝84了？哎，这里边鲸鱼什么鱼都有。我跟你说，鲸鱼在里边伸得开腰吗？伸得开呀，想怎么耍怎么耍、啊。我跟你说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下回别上这儿游了，好吗？不是，也是，这反正确实是不，因为前两天我在这儿喝两口水，哎呦，好家伙，给我腥的，哎呦呵，行了，咱我就我听着有点恶心，那换吧，换张吧，换一张。这个有点意思，哎，见过这个吧？这谁没见过呀？我跟你说，我来泰国的时候，我就坐这来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有点乱啊。你乱什么呀？不是你在那儿怎么了？你坐这个来的？那怎么着啊？你告诉我，你坐这得坐多长时间吧？快，这时速600公里呢。它比动车还快呢。那你这不废话吗？这个，哎，时速600多公里呢，知道吧？我看着不像这么快的东西，是这加油啊，这得。不是你再告诉我，他往哪儿加油啊？他喝油啊？他有眼儿啊？拿那管子啪往眼里一杵，就开始加油了。我说你们这太残忍了。啊，这有什么呀？这个他快呀，这不错，这下回有时你也坐吧啊。那咱下有机会吧。快点啊！你看这个啊。这个行啊，这挺好啊。这做过这个吗？我没做过，你也不知道我一暖男。哎，对，这你没做过是吧？啊，有时间做做这个。行行行，这挺舒服的，是吗？但是这小孩不能做，为什么呀？他腿呀、啊，他没那么长，他劈不开，你知道吗？这得骑上面去，知道吧？不是你等会儿，你告诉我骑哪儿？骑他背上去啊？这骑他背上，那脸不都得吹掉了呀？吹不掉，慢着呢，走得可慢了。
知道吧？这没事儿、哦，这大人带着他骑上面挺舒服的，知道吗？哦。但是上次赶上我倒是坐过这个，啊、但是上次吧赶上我这有点跑肚拉稀，哦啊，肚子不舒服。那怎么办？我说我要下来，人那意思说不让下来那意思，那别不让下来那成，我哪受得了这呀？不是我必须下来，我跳下来了，我就直接就。你什么？不是下跳下来了？不是下边有人接着呀，特别安全。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以后这危险的事咱别干了，行吗？啊、没事，挺安全的。我下来，我受不了，没事，挺好，特别安全。我不行，我受不了这个啊！赶紧换一张。哎，兄弟，哎，就这张是我看的所有照片里边最好看的一张。不是，我说哥，你那眼啥时候瞎的？不是，你不觉得这很好看吗？不是，这哪儿漂亮了？这是哪儿就漂亮了？这个，我觉得这才是游泳的地儿，对不对？你娶你的吧，这太浅。我跟你说，这最深才一米，你知道吗？那水才到我肚脐眼儿。不是这个，你知道人干嘛的吗？干嘛的？这是人家国家那个蓄水池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蓄水池啊。这蓄水池啊，干旱的时候人就把水就给放了，人得浇庄稼呀。这水怎么放啊？下边有一塞儿啊，你把那塞儿拔出来，那水不就放出去了吗？这也太，这高科技也太可怕了。你不懂，你不懂，你再换一个啊。那看那张了吗？这张还行，挺好玩的。这怎样？挺萌的。萌不萌？萌。我给你郑重介绍一下 啊，这是我女朋友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兄弟。这个，兄弟，你听我说啊，怎么着？这生活的压力都把你逼成这样了？不是，这是你未来弟妹啊。这是我弟妹。对呀、啊。不是你喜欢的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哎，你看那大背头多漂亮。不，他那背头，我就喜欢他穿黑色衣服。不是，那你降得住他吗？什么叫降得住？可温顺了，我跟你说特别好。是吗？他们家长我都见过了。你都见他们家人了？对，人爸妈特喜欢我。我打算这回我回北京啊，我就把他带回家。你先等会儿，你你听我说，兄弟，我把这照片啊先给他妈看看吧。我估计他妈接受不了这位。应该没事，这多漂亮长得。是吗？差不多吧，你先把照片给他看看吧。行，我给他看看吧。啊，再换一张。啊啊。哎，哦，这个还凑合呀？这可以吗？这个？这挺好的。这凑合什么呀？这个？你知道这干嘛的吗？这是干嘛的？我跟你说啊，啊，这是人家国家啊，人家像什么流浪汉呢、乞丐呀、啊，没有地方去的人都上这儿来了，都住这儿了呀？那怎么着啊？人家政府也太好了，免费住吗？肯定免费呀、啊，不花钱，一分都不花就住这儿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不是你这地儿，我看有点熟啊。哪熟啊？有点熟悉。哎，不对，你嫂子上次出差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啊？她出差的时候住在这儿？对呀、啊。那不对，那怎么吃啊？这地儿就随便在这儿能做饭，吃喝拉撒都在这儿啊？那多味儿啊，那得。不味儿，有通风好啊。那不对，你看、啊、肯定看错了，这不对。真、啊、好，哎，我觉得这个作品好。哎、你刚才笑得那么欢实。我笑。我觉得这完全就。别笑！谢。干嘛呢？这是啊，我刚才笑啊。我是你是笑没？我笑了，我想起点别的事儿，我看着他们愣神儿。我知道，其实上次他们俩给了我一个惊喜。嗯，我一直觉得他们小品啊、相声非常的棒，非常的牛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唱歌竟然如此之好。谢谢。哎呀，这文艺青年啊，拿着把吉他往怀里一抱，哇，整个一个大学生的偶像。那我说咱唱一段吧。唱一段怎么样，各位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方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。嘟嘟嘟嘟嘟嘟。我觉得他俩可以去挣钱去。
不是你这啥意思？不是你这什么意思？啊，我觉得他们俩这个水平，一天就是挣个二三百，玩似的。不是，他说这话，哥，你这啥意思？那你来一个。我给大伙来个啥呢？我要来，我就来一个，来个民族的。当然，因为我认为民族的才是世界。坐下。好好好。啊，还没到惨的时候呢。啊、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还没教给你呢，兄弟，我这还没教给你呢、啊。我要再给你来个造型啊！我跟你说，观众都能上来送钱来。这个别观众送了好吗？哥，给他不是太惨了吗？等不等？太惨了。我就是要用我的噪音，我给他们整下去，这回可以给我了吧？拿着吧。行了，就光给这个。邀请函先不能给你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这个两位北京的演员给拉跑了，吉林的演员已经候着了。哪儿的？吉林的。我说你这节目怎么哪的人都往这儿整呢？怎么又出来就哪儿的都有？你这吉林看看，看看听你的，看看吧，看看吧。来，走起。这都过去半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来呀？啥事儿呢、哎？这么着急呢？是不是姨妈要生了？不能，他媳妇生了，他能生吗？反正是生了，才来。哎呀呀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恭喜恭喜！哎，进！恭喜恭喜呀！谢谢！哎，喜得贵子啊！啊，喜得贵子！现在我家可热闹了啊，这个。王母娘娘领七仙女啊，哎，这个咋讲呢？啊，丈母娘仨姑娘，仨姑娘一人生个姑娘，他我这上个月又来了一个，嘿，又是姑娘，挺好，姑娘是爹妈的小棉袄。对，今天呢，咱们不谈这个，中央电视台朱旭老师知道吗？知道。前两天我们通电话了 啊，邀请我去参加春晚，不是你们是没瞧起我呀？我什么不会呀、啊？对，你啥都会、啊。我十八般武艺、啊，什么琴棋书画。啊，琴棋书画，你写那字儿跟医院开处方似的，一个字儿看不懂。不是我来着，我上电视台，我去写字吗？我把你们叫来，是让你们给我参考参考啊，给我提的这个意见。假如说我去了，我表演节目，我唱歌啊，我唱什么歌合适啊？对啊，我想了好几天啊，最终我决定唱那首《贵妃醉酒》。嗯，《贵妃醉酒》好啊，《贵妃醉酒》。嗯。来年的雪花飘落，梅花开枝头。来年的花径池旁，留下太多愁。嗯，唱的挺好，唱的跟刘玲醉酒似的。什么刘玲醉醉酒？我贵妃醉酒。没唱完呢。唱完了。还有一段。没有了。女生那段。对。爱恨就在水底。就你唱着我也会，挑战点难度，来点高音，高音。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耶，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。不行啊，他就会唱歌，唱还行，我不理他了。咱们去参加节目，不单单得会唱歌，你什么都得会呀。对不对？多才多艺啊。首先你得会模仿吧。对，简单的，我给你们来一个啊，来一首四大天王刘德华的歌。哟，谁的歌？刘德华的歌。我的老家爱就是那个屯，可惜那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。他知道不吧？刘德华的歌，刘德华的歌不应该这么唱。再说声音也不行，
得这么长。我的老嘎呀，啊，就住在这个村了。我是这个村子里啊走出来的羊。是你，你可么羊了？你还真姑娘，你是羊。你那像刘德华，他光会唱，他就会说，是这不行。演员，你是模仿的声音像，长得得像。对，你看我这明星脸，啊，一瞅去，刘德华，造型。哎，拉倒，你这不像刘德华，你这像马德华。观众朋友们，看我长得像谁？我，是我，这可是你们说的哈。不是，是你也就长得像，我长得像，我演一个肯定比你们精彩，行吗？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呀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好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我那地板呢？你是活不了了，你能活？你活不了了。招呼。二万，他们演的我感觉不尖短，是不另类，不另类，没有意思，有点尖短。口技大师洛桑记着吧？洛桑老师知道啊？对，你看人家口技打的啊，架子鼓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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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啪啪啪，哇！我跟你说，哎哎，这味儿。说各位，你这啊味道，你这味道啊味道，是不是？味道太足了啊！但是，我感觉现在这个流行这个一种口技叫 B-box， 你听没听过 ？B-box 没听过吗？没听过。这种感觉啊，这种的啊，就是边打边唱 B-box， 边打边唱这种感觉。嗯 ，B-box， 你有多深？我爱你有几分，温柔的情，也真薄的爱，也真月亮的表我的心。哦，哎呀，哎呦，二万了，二万了，我不理汤莎了啊！这咱俩去，咱俩干组合得了。不带汤莎。不带汤莎，咱俩组合。很好嘛。我不单会这点绝活，我跟都翻得好。那咱俩怎么组啊？我翻跟头，你就跟来那不去这不什么 boss 啊？对啊，你给我来点声，我给你翻一个。呀呀呀！哎呀，不行，不用你扶。哎呀，哎，这我的妈！你这没事没事，太难了吧？我感觉你这有点啊。不是岁数，这岁数有点大了。岁数大了吗？这岁数，我感觉你要是翻的话，你不应该翻这么难的，就是简单的先溜溜，先走一走。我这太难了。好，这感觉是，就是简单一点就。看，我跟你说啊，太难了。一是我岁数大，啊，再不我这一段吧，我说戏的话，我腰腿不好。我要是年轻，啊，这个什么玩意儿？就是简单，这什么时候过去的啊？我就刚才呜飞过来的，呜飞过去的，就呜。我这个哈腰的时候，你呜呜飞回去了。对，就你刚才就啊，那是我哈腰了。我要暂时让你腰呜飞过，那我算。呜呜，又过去了。啊，你出来了。啥呀？你出来了。咋了？飞你的呗。我看他怎么飞的了。不相信啊？我不相信，你我看怎么飞的。出一个算什么？你俩不组合吗？一个，来来，三个一起来。藏起来！没力气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太狠了啊！主持人，我跟你说啊，哦，来，那个你这么那个不下阵来，哎哎，啊！哎呦哎呦！啊啊！看见没？你这么的，你给我拿桌来，我下个高来来，那个放个桌子来来，挂了，再来来，你挂了，哎哎呀，下高，哎，我就演还演技啊，哥几个，啊，你说你们个个身怀绝技，这么多绝活，这么多才艺，你们都留着，难道你们忘了咱们当初共同的梦想了吗？说句实话，我把你们名义也报上去了。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：一，平平淡淡过你们的生活；二，跟着哥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咱们共同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梦想。好，好，为了梦想，为了梦想，为了梦想，
为了梦想，为了梦想，为了这个梦想，我每天都在忙，想想生养我的爹娘，不累都自己扛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我每天都不敢忘，只为那些期盼的眼光，我都为我主人呀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我每天都在忙，想想生养我的爹娘，不累都自己扛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我每天都不敢忘，只为那些期盼的眼光，我都有活主人呀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我每天都在忙，想想生养我的爹娘，不累都自己扛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我每天都不敢忘，只为那些期盼的眼光，我都有活主人呀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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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你们在台上演的时候，我跟迅姐在下面就说，我说太好了，真好，非常不容易，几个小伙子，因为我们都是同行，二人转出身，我也是唱二人转的。我说现在二人转演员他要求的特别高，对，你得啥都会。我说你会唱歌，我也得会唱歌，但是你光会唱歌那就不行，我得在会唱歌的基础上，我还要会翻跟头。对，你会唱歌会翻跟头，我就得会唱歌会翻跟头，完事我还得会乐器。你会唱歌会翻跟头会乐器，我会民族的。民族的就是世界。说到这儿了，这个是可以。不是，你家是哪儿的？我家长春的。你家长春的啊？你就说没人，你家怎的？你先等会儿，你家长春哪儿的？我跟他唠明白。我路园区汽车厂的。什么地方？汽车厂。你家多少号楼啊，兄弟？我家37号楼啊。我就是刚他刚一上来我就说瞅着他就眼神37号楼你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啊？你记我个电话。我记你个电话。我是36号楼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郭老师，您36号楼。我36，我刚一上来我就瞅着你，我就眼熟。你回去真的，你记一下我电话。我就记你。回去这两天，我这两天我录完之后，咱俩打电话约。好，我请你喝酒。一定。咱是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但是有什么事儿，你以后再来的时候你就找我。行，那个没事儿。那个郭老师，我留你电话啊。忙你的，我先下。你忙你的，回头一定找我。有事儿给我打电话。好，都是哥们儿，去你打电话，去你的吧，去你的吧。好了。哎，他是我打电话请来的，怎么就这么被你忽悠走了呢？没有，他下去了，这个就是我的了。嗯，是不是？邻居啊？我哪知道是谁的邻居啊？反正他下去，你看他下去了，这个坏人没关系。这可以给我了吗？你把他请走了，嗯，我还有云南的朋友呢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看看云南的朋友有什么样的精彩色彩。看又看，老看。哎呦，今天火车站这么多人呢！哎呦喂！哎呀！喂，哦妈，啊、哦、没事，我挺好的，啊放心啦，我在这边好吃好喝的，等我赚了钱我就回来啊。哎，好啊，您在家也保重啊。哎，行，好，那就说这么多了哈。您看，你打电话，电话费也贵。哎，好，哎，知道了，哎。哎呦，啊，那个。帮忙看一下啊啊啊！谢谢啊！哦，什么日子啊？飞机票也买不着，火车站人这么多，天哪！哎，这暴风雨来了，等都等不住啊！这个脾气还不小了呗。哎，刚出来。
好香啊。姐姐你好香啊。香啊！哎呀！甜呢。我也有。谁说的喝完呢？我傻呀！真甜。大哥，跟你说多少次要做文明人，乱丢垃圾。干嘛？啊？干活。喂，喂，你钱掉了！喂！哎呀，别叫别叫，叫什么叫？人都走了，你看。哎，美女，你看，这么多钱。啊。反正他人都走了，要不咱找个地方把他分了呗。啊，这样跑吧。哎，不能分的。那人家钱掉了，人家会着急的。对呀。人都走了，你要不分钱，中原点啊，美女，快点！哎，俗话说得好，这个见钱有份的哈，是吧？一起。那我也看见了，你怎么不分给我呀？就你啊？啊！就你长这样，还想分钱？去去去去！啊，分钱还分长相的？快点哈！啊，那麻烦啊！那行，不是那我走了。哎，他们也不能就这样就把人家钱给分了吧？不，我还是得去看看。那个大哥，
你看这好像没什么人了，没人了。这钱啊，对对对对，没人好分钱嘛。大哥，哎，这不是那个刚刚哥，这不别跟他废话，哎、咱直接切身不就得了吗？那不抢什么抢？跟你说了那么多次，要做文明人。对呀。哎，不是，大哥，你这人怎么这样的？你刚才不是还说要做文明人？哎呦，啊！谁报的警？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我报的警。这小丫头骗子，兄弟，上！哎，怎么这样？哎呀，大家快来！大家快来！我这……哎，你别跑！哎，你别跑！小燕，我信不信我一板正我拍死你！哎呦，姐，他们跑了吗？哎，姐，你没事吧？哎、不行，啊，他们都跑了，赶快走吧，赶快走吧，我们要到人多的地方去。以后你可千万别占小便宜。我知道了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不，啊，我还得还有件事要办。什么呀？不能放过那两个小子呀！啊，喂，110啊！哎，我报案。哎，有个卷头发的。啊，对。好。哎，真好。这是花妹，是来自云南。云南的姑娘有一个特性，嗯。唱歌唱得好，是吗？刚才那个真的，我觉得有点淹没了你的才华了。来吧，坐。啊，姐，你太夸张了，都不好意思。唱歌唱得好，刚才是演小品对吧？对。怎么就没有展露一下你的特长呢？是吧？啊，就是我，姐，我唱歌确实还可以的。那我也露一首，露一下，哈。嗯，这样哈，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我们那儿的比较有特色的一段山歌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哈。哎，山对山来，爱对爱，蜜蜂采花上山来，蜜蜂采花为花事，梁山伯为祝英台，梁山伯为祝英台。男的什么多呀？什么多呀？少数民族多，歌多，少数民族多，对，色彩多。为什么说他这个云南他就招人喜欢吗？他是民族啊，少数民族，民族啊。这朴实劲儿啊，你可能在北京待惯了，我觉得他更朴实，更接地气。所以我不是，只要有好作品，你先别。刚才那个作品啊，还再考量一下。不是。人演员，你先把这个放下，你别老拿那玩意吓唬人。你先放好了，他这观众是喜欢他，我也看出来观众真喜欢他，那不正应我那句话了吗？啊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呀。对呀，那也是抢答了。所以说这个呢，我就不能跟人争了啊，因为这个是我提出来的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啊，那你就让刚才他们都来的是西洋的啊，所以说我才跟他们争，人家来的民族的，这个我不能跟人争，就是说他既然来民族的了，我就来个更民族的。这个小红娘啊，闻听这个不怠慢，蹲大鼓听中堂，这个我今到了西厢院，定语大横眉立目，鼓腮帮，这个太要软了，俺就硬啊，太要硬了，俺就刚他们要打仗，先动手啊，抓乱青丝脑粉装，这个要打官司手拉手啊，手拉手来呀，到公堂啊，他就一跳啊，三一四的一跳，一出去在情感上，咱看看咱娘俩，你十七，我18，如何做法如何，没出个地没长得的没开始的两个大姑娘，开始说咱四爪红囊干的这样，大姑娘，西北人摸砖，对方对方摸砖，硬墙灌顶，硬不落地，粉皮花墙啊！嫉妒是输啊！是命大义者，只把分把理不当。红娘说罢往外走，金陵上前拉一枪，口口说话咱不听，能解放出剑？你烧到西厢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哎呀，大家说好不好？今儿这一溜下来，展示了各种才艺，我觉得真的都很棒。但是，你听我把但是说完，都是小活儿。嗯，你知道要上春晚必须有好的作品，一个完整的作品。你要有作品，我保证不食言，这个归你。我在表演一个完整的作品。我要完整的作品，不是这种小绝活了。姐，你等着，我先去换身衣服。好，让我们掌声鼓励他。到了新年，我买新房，买完新房装修忙，装修的程序都一样，家家户户先砸墙。九层到了，哈，这新房就是豪华，
门框都不一样，这门也不一样。哎呀，开门，走。这钥匙也不一样，自个儿家钥匙开不了自个儿家门。没事，有的是办法。郭大锤，郭大锤来了。董董锤站出来，装修离不开我郭大锤，砸完一家又一家，让我打谁我打谁。大哥，你说让我打哪儿吧。咱们，咦，你这个城里人是真有钱呐。怎么了？这么好个门说砸就给他砸了啊？这门是肯定必须要砸的，反正装完修也得砸。不是，这好个门你砸了怪可惜嘞。这你就不懂了，我跟你讲啊，装修我得把钥匙给你们吧。对呀，给完你们我装修怎么也得有一两个月吧。没错，一两个月你们天天往这跑就跑顺腿了吧。跑顺腿了以后，等我装修完了，我入住了，我进来了，趁我不在家，你再顺腿过来一遍。我告诉你，就要进你这个家门，我还用钥匙？我扛你！开了。哎呀，开了咱就进去。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哎呀，哼，啊，过来，瞅瞅，看看哥这房怎么样？我的个娘哎！哎呀，我的个娘哎！哎呀。我的个娘啊！我的个，大哥，你这个家装的是太好了。那是非常宽敞，以前不行，以前就住4平米，那是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三口人就睡一张床，孩子老往中间挤，晚上想跟老婆来亲热，条件根本就不允许。你这是，你把你大哥当磨了是吗？大哥，听你话这话这意思，你拿我当驴了？这不像话，就别老瞎转，转什么转？大哥，你这个家装真好，我跟你说，就你这个体格，你不像住宽敞房子的人。什么都不像住宽敞房子？体格，你怎么了？我这体格怎么了？我这？我告诉你，大哥，就你这个体格，你和我们农村啊，是有一个说法，就是形容你这个体格的啊。什么？就是说这个，胖小不长个。胖小不长膘啊，房子就得住大个儿，儿女总比父母高。你说谁呢？哎，不，你说谁呢？这是？哎、你不要误会大哥，我就说这是。你这怎么那么贫？我发现你这农村老话。你就好好干活就完了、啊！行了，我去买油漆去了啊！哎呀，大哥啊，你说你这个人你咋这低调了？你买油漆那事儿，你咋还亲自去？来。坐，这你得听哥好好给你讲讲。你说我听。这搞装修啊，他就得发扬四不怕精神。啥叫四不怕呀？不怕辛苦，不怕出力，不怕返工，不怕受气。我就为了防止那包工头给我作弊，就连买一个小小的螺丝钉，我都得亲自打车去。啥？买那个螺丝钉你都要亲自去啊？我问你大哥啊，这个螺丝钉多少钱一个？1毛1。打底来回多少钱？77。你这个头上驴蹄了，大哥！你说什么？你干啥？你说话，咱地方谁大的？什么？好好说话。什么叫让驴蹄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大哥、啊，就你这种行为，基本上可以出现4种情况。什么4种情况？家底儿基本高光啊，身体基本高伤，生活基本高乱，夫妻基本高僵。你说的太对了。自从我买了这房开始装修，你嫂子是天天跟我闹，是白天跟你们这帮小工闹，是晚上跟我这老公闹，气得我。咦，大哥，干活啊？那行，我跟你说吧，这个我呀是想在这儿放一个56寸的液晶大彩电，彩电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距离啊可能有点窄。嗯，这样啊，这面墙砸掉，这面墙砸掉，砸掉。怎么样？这不中、啊、大哥，这面墙可不能砸。为什么？你后边是厕所，那砸漏了不中，磕门儿，磕门儿去了。哎，这面墙行不行？这面墙不是承重墙就中。我看看，好好说。这面墙没有问题，行吧？没有问题，砸这个吧，说砸就砸。
站着，现在就开始，现在动手，唰！我就站着。我这个娘哎，大哥，我这打枪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突然喊停？容易腰间盘突出。大兄弟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价钱不还没谈呢吗？哎呀，你这个大哥，你这个心眼是真多了啊！俺这砸枪全都是官价，是80。哎，等会儿，不对，80是一天呢，还是一锤子呢？80当然是一天了，这要一锤子不成了一锤子买卖了。一天行，咱们打了十万的啊！我80，我80，这，你这就240了。啥样来说，咱不是说清楚了吗？一天80啊！这就是一，那你这一锤子一喊，你干啥？大哥呀，我们挣点钱不容易呀！啊，我不是喊的时候，我这个心里边干活有劲儿吗？啊，我这是一喊一下停一下，喊一下停，我心里边可有劲儿，我干活。你有劲儿就行。我怕你忘了我。你哥肯定忘不了，能不能？我开大了，你不要总喊。打吧！影响我工作。来，我80。哎呀，咋改了？太棒了，真有劲儿、啊！咱是专业。别咋出个人来？干嘛呢？砸墙了。干嘛呢？装修呢。你干啥了？呢？我知道我干嘛呢吗？我知道我干嘛了吗？哎呀，我知道我干嘛。你看，过去了，那是我家。哎呀，你回来，回来，过来。大姐，别生气，你看现在气的脸都变形了。你看，谁大姐？阿姨，不是那什么，我呀就想掏个壁橱，那就一下给砸过界了就。想掏个壁橱，是我们家刚掏完壁橱，我正扫灰呢，啪嚓一个大锤就抡过来了呀！大姐，那锤子是我抡的，你抡的，你把我都抡破了相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破了相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大姐呀，你这个形象破了相算是整容了。怎么说话你？怎么说话你？买个房子容易吗？不容易。新买的房子，这就成了。破房子了！下水道味儿还是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讲啊，俗话是不是说得好？有了这堵墙，咱们是两家；没了这堵墙，咱也是两家。是各家归各家。怎么办吧？你放心，你没，哎呀，没问题，没，我们能拆就能砌，我们给你砌上。我，对呀、啊，砌上。大姐，你不要着急呀、啊。这能气上，不是能拆就站住！站住！老娘先过去。大姐，有空来玩啊！不是大姐，怪有意思了。大姐，什么怪有意思？怪有意思啊？干嘛呢？让你干点活干嘛呢？在这儿80，给我玩《西游记》呢是吧？啊，砸出一猴来是吧？不是，大哥，你这说话可就不中听。这房子是你让我砸的，我让你砸漏了。你不让我干了，你说你就砸枪！你甭给我废话，赶紧给我记上！不是你这人说话，你可不能这么说话，大哥！你把这凶器给我放下！啊，你这我你砌墙，这是我肯定，咱干这个活嘞，我能拆我就能砌，对不对？你说你砖都不够，那啥不够啊？这砖不够，你把这些，哎，你这砖不够，把他那边那个给他掏过来怎么样？不合适吧？那是人家地方，咱把人家砖拿过来，咱们家弄一会儿，哎呀，再过来，我看他可厉害，可厉害！别害怕，我偷一会儿。那不合适，不合适，大哥你，哎呀，你干这干嘛呢？呀，装修呢？谁砸的墙？我砸的墙？谁让你砸的墙？他让我砸的。是我让他砸的，怎么了？我自个儿房想怎么装我就怎么装。对呀、啊，你家住几层？我家住几层？啊，9层。9层。给我出来！啊，怎么？啊？看好了，9层。这是昨天对面那家装修，把这个给震掉了。这里是6层，你砸的是我家。
真是的，你砸墙之前你不先把这楼层看好了，这你不好意思啊。对，你我得80我得给你，我得我家房子怎么办呢？回来。我真觉得挺棒的，是的，今天郭晶姐展示了各种不同的绝技绝活，这样吧，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同意我的这个最终的决定。对啊，今年春晚的邀请函。哇，恭喜你啊！你就等着看我吧，就看咱们拿看我哈，对，看看郭晶姐的小品。哎呀，热烈欢迎，感谢您参加北京市朝阳区五湖屯社区春节联欢晚会。加油！不是，加油！不是姐，那什么，不是，这不是那个春晚。姐说，哥，祝福你，真的，你这行啊！春晚那啥，你别挑了。那啥，我那时候还有事儿，我二姨找我吃饺子呢。给谁送欢笑都是送欢笑，您就是春晚的御用演员啊！咱得一块儿过去，我就先走了啊！不是。加油，期待你的好节目，交给你了。我就爱乐呵。今晚不一样的春晚吧，本周三晚我爱满堂彩新型特别春晚选拔啦，各地演员争奇斗艳，问春晚各出奇招，我也等你很久了，商一点应该给我吧。春节大战全国各地演员使出浑身解数，到底是谁拿了特别春晚邀请函呢？敬请收看本周我爱满堂彩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